开心店铺，开心。开心，伤心店铺。伤心。店铺名称，通常想到西餐厅会想到什么名称呢、啊？西餐厅吗？西餐厅。西餐厅会有什么名字？西。我知道，香香小吃。香香。香昂香。香香小吃。那就叫香香。叫颜色。颜色。香香颜色。耶。这样。好，店经理性别女性，扶他，扶他，好像没有扶他可以选，可恶，呀可恶，没有无性别可以选，可恶，可恶，买过一代的玩家们有福了，若您已购买过梦幻西餐厅第一代，请选择之前的存档，您的资金将会依据该餐厅等级而有不同程度增加。我没玩过，我没有人权，没有，不是富二代，呜呜呜。这要小现实哦，这么早就叫人家富二代，富二代，所以就叫香香颜色。好，好，所以要女性还是男性？女性。好，女性。OK， 选择好像没有选择。OK， 肯亚、印度、法国、美国、意大利、台湾，抓到了888台湾。哇，游戏要被某个禁了，要被 ban 掉了，终于可以在台湾开店喽！住在美食天堂的中国人，嗯。哎，这里怪怪的哦。呜呼，对食物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哦。您可以在这里挑战各种中国料理。嗯嗯，好像哪里不太对。可是既然都叫香香颜色，感觉就很泰式啊。还是就要开在台湾。好。还是要哪一国？台湾。肯亚、印度、法国、美国、意大利、台湾。当然是。台湾。台湾。啊，反正后来，反正之后还可以迁到其他地方。好。决定地点。外观改建，基本外墙、标准外墙施工，它也只有一个可以选。玄关样式，龟苓三位，龟苓三妹，哇，他写三妹不是三位。龟苓三妹，这我们龟苓也有，非常有味道的拉门，有味道。嗯，臭，臭臭，相当经济实惠，这我们龟苓也有。内部改建，基本内墙。基本地板，每个都写经济实惠，啊，每个工费都要5万块，5万块跟10万块，怎么不去抢？臭臭，臭臭，确定。内部设备，基本型厨房，基本收银台，基本厕所。不但便宜，规格也相当标准。规格，规格，规格。这个范围无效，无效那要退费。基本收银台，放在这里。他说放在这里的话，这个服务生一次可以服务收银台跟玄关，负责结账跟代位，这么刚好。厕所当然是放在厨房旁边，臭，臭，反正都一样臭，味道都来了。好了，放这里，那给那个给玄关给那个收银台去扫厕所，嘟嘟好，嘟好，小香肠，嗯，算了，等一下再调，先放这里。物品摆设。西西北京，简单而正统的四人用桌椅。西西北京，西西，西西，四人座椅，放放放放放放，六人座椅，放放放，应该可以刚好这样上下放。其实这个店位置还蛮多的，不是位置，那个空间还蛮大的。一开始就开那么大的店，啊、可是既然在台湾嘛，当然就是要有台湾味，挤满塞满，塞好塞满，塞好塞满，最好让顾客都走不了，耶，留下来继续吃。二人用桌椅，二人，那好人怎么办？哇，不能和其他物品重叠，哇，那厕所也只能摆这里。两人坐，给他们坐。厨房旁边，臭，臭。一人用，那就一人就是要坐厕所旁边，一人，一人，
套用，不错。看一下，哎，可以预览一下。哦，好台呀、啊，好台呀、啊。而且我很怀疑坐里面那一排要怎么进去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啊，借过。然后从桌底下爬下去。好，确定。雇用服务生李嘉行，你不是在对岸联系吗？你好，我姓李，我已经做过服务生的工作，我绝对有信心把工作做好。对了，我的手脚很利落哦，应该不是吧？我们餐厅需要请这种人吗？应该不用吧。手脚利落是很喜欢偷东西、啊。我姓林，不好意思，以前完全没有经验。哎，好，就决定是你了。耶。21岁。我的梦想就是到日本去工作，滚。虽然我看起来像大少爷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从15岁就在各大餐厅打工，吃苦耐劳绝对不是什么苦差事。好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吃苦耐劳嘛。吃苦耐劳。要求时薪70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天！别怕，我才刚拜师学武而已。呵。经验年数0年，然后要求时薪400块，怎么不去吃屎啊？年薪400块。哎呦，这个比较划算了，经验年数8年，只要600块。好，叫我小猪就可以了。那下一个要谁嘞？就是这个，吃苦耐劳。吃苦耐劳，就决定是你啊！一开始好像服务生雇佣3个，然后厨师1个，应该就差不多。因为一开始最多好像只能4个。那第3个要谁嘞？我已经做过服务生的工作，绝对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的，手脚利落。哎，6年只要450块，啊，这个0年要500块，真是吧你？天哪！好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小东，哎呀，小东，你怎么不拍电影呢？小东，小东路，目标是成为一流的厨师。嗯，所以你会做凤凰水晶吗？凤凰水晶，我也是想他种。这个好像在哪里看过，看长相就知道我很会煮菜了。哼，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像皇帝。天，皇帝吃我吃我！皇帝吃我吧！可恶！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我的兴趣就是做菜。好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做菜说什么话，口水都喷进去。好，我改。我改。中国料理。清蒸石斑，我们这道菜是以适当的牛油再铺以香草蒸煮，其香味真使人食欲大增，再搭上这个酱汁，真是妙不可言。所以我说那个酱汁呢？那个酱汁啊。清蒸石斑登入到菜单上，糖醋排骨、牛肉蟹脚炸春卷、麻婆豆腐。口渴喝的不要得，宫保虾仁，炒什么炒？炒一个葱花蛋，不、哦，我炒宫保虾仁。青椒露丝，红烧蹄膀，酒类，罐装啤酒、红酒、白酒，无酒精饮料，热咖啡，柳橙汁，李岩口渴时喝的不要得。不要得，我们不是西餐厅吗？可是他放中国料理，设标准烹调时间30，有需要吗？我们需要煮这么久吗？设定烹调时间0，不用煮，生吃，不用煮，生吃了，生吃，罐装啤酒，嗯，这个饮料数量好像一开始都不用准备太多，反正都没有人要喝，嗯，然后李岩口渴要喝的不要得，准备多一点就好。好。学生族群，可是我觉得酒类也可以少一点呢、啊。这个中国料理店应该酒类都不会太多，茶类比较多吧。对，那就给他各5个，反正餐厅刚开，应该没什么要来吃。好，我发现这个分量调多，其实成本不用增加。好，吃吃吃，都吃都吃，耶耶，请客请客。分级呢？哎，吃给你爽。看我们现在总共菜单有
七道菜，第一天开店应该各准备个十份就好了吧？七十道，有七十个人来吃就脱下了。可是我觉得七十好像还是太多了，五十道好了，各准备八份。试营运，不对啊，那试营运应该价格要半价，不行，没有半价这回事。啊，分量都给你吃到饱了，还半价，吃屎吧你！好，试营运给你生日优惠。哇，生日优惠就是店员会跟你说生日快乐。那那个生日优惠的部分，哦，一样原价。朱杰，朱杰，你是不是有在卖卫生纸啊，朱杰？我们应该女生站柜台还是男生站柜台呢？还是店经理去站柜台？好。可是店经理好像什么都不能做，废物。废物，什么都不会。好吧，那小猪你去站柜台。小猪，那维尼在哪里？嗯。看一下。嗯。好。那这些桌椅给他们分配一下。他只能一个一个选吗？他不能重复选吗？不行嘞，好分哦！以前的游戏就是这么分。好，平均分担一下。哦，好久。顺序，嗯，然后九十四十六七十八十。好，大少爷就负责人多一点的地方。OK， 营业时间，哎，中国人都几点起床吃饭？八点。定休日没有休假，中国人不喜欢休假。店内背景音乐：华尔兹现代三味线，梦幻西餐厅，午后相送，翱翔天际，上海，上海，上海。制服男服务生。既然在台湾还是中国，不管台湾，要穿红一点，每天都要放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要穿得轰轰烂烂的，然后要造势。然后女生的话，当然是要穿兔女郎装了、啊。耶！哎、欸，有旗袍也好，穿旗袍。天，没有休假日。自动空调开启还是关闭？自动空调每日电费500块，关掉。目前室温负21度 C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决定。嗯，台湾香香颜色。明早餐厅营业时间到了，还没有安排员工打扫厕所。您不觉得店内太冷了吗？哎、欸，我音效没有打开。还没有安排员工打扫厕所。好，来，小猪，每2个小时打扫一次。您不觉得店内太冷了吗？好，我也觉得。好了，给你吹冷气，吹到爽。您不觉得店内太冷了吗？对，我不在卡第一点。萨姆伊。噔噔噔噔噔。不对啊，这个不是万里长城吗？台湾有万里长城吗？应该是有啦。应该是在国际大机场旁边吧。
片，应该是在南部的国际大机场旁边吧。南部的国际大机场旁边。噔噔噔噔噔。来关心一下我的员工，每个都哭哭脸，哭哦，第一天上班，嫌薪水太少。我看员工都哭哭，他们可能这个应该真的是嫌钱太少。嗯，这样如果把时薪调一块钱，然后再调到600块的话，哇，薪水增长了600倍，好爽，好爽，老板真佛系。好，等一下来试试看。你好，恭喜第一位客人上门了。你要吃什么？清蒸石斑两个糖醋排骨，气氛还算可以啦，点点点，这里还挺便宜的，是不是？香香就是便宜，香香就是便宜。下位客人进来，我要吃沙拉牛排。沙拉是冻牛排。沙拉是冻牛排。好吧。再一杯生命之水。好啊。哇哇，你不是说手脚利落吗？你走得有够慢了，大姐，你走得超慢了。慢。手脚利落，哎、欸，说好了手脚利落呢，大姐。店内气氛真差，酷、哦，酷、哦，不爽不要来，不爽不要来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哇，真的走得有够慢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不想走路啊？然后我发现这店经理从头到尾都一直看着我们小猪，不行哦！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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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听得到吗？运动太吃力，应该可以大声点。哎，早干了！噔噔，哇，没有人上门了。今日客人数目11人，我好像准备了50几份餐点，还好没有80份。还好。好，青珠露史乐咖啡，店内气氛真差，酷、哦。那服务生的态度真是亲切。这价格真是便宜啊！都给你这么便宜了，还嫌气氛差，酷！酷！哎，有人要代位了，白酒没有库存了。
还真的要喝白酒。白酒。谢谢。谢谢。噔噔噔噔噔。未能升级的因素：累积客人总数，累积客人数不够多，贵店为减星级。食材剩余太多了，请改变买入数量。酷。好了好了，听你的。而且我发现早上八点开业好像不是很好。十点。那我要经营到晚上十点。食材剩余太多了。糖醋排骨卖得不错，可以多一点。嗯，调整策略。麻婆豆腐也不错，麻婆豆花。宫保虾仁没什么人要吃。红烧蹄膀完全没有人要吃，吃屎吧你！反而李岩口渴在喝的比亚迪也没什么要喝啊，这些员工呢？员工都好喝，给他一块钱，那他现在会哭哭，那我再给他600块，哎，他就笑了。天哪，真好养，真好养。设定我他现在原本时薪是700块，然后他哭哭，然后给他100，我给他1块钱套用。哭哭，好，现在就哭哭，那我再给他700块，哎，他就笑了，真好骗，哦，好，真好骗，450块，650块是吧？哎，哭哭了是吧？哭哭，哎，再给你450跟650，哇，每个都眉开眼笑，哇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佛心企业。佛心公司，哎呀，佛心公司，好，就这样。我发现我没有存档，没存档。哎，天哪，还要自己搭档吗？香香颜色，好，存档。临早餐厅营业时间到了，1月2号星期二起，阴时多云，室外气温-7度。嗯，哦，一月嘛，难免的嘛。食物成本19400块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店资料，昨日资料，最受欢迎料理糖醋排骨，招牌餐。而且烹调时间是零，他们也吃得很开心。生的，生的，好吃，好吃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中午12点啦，有没有人要来吃午餐呢？吃午餐吧。哎，吃我吃我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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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店内气氛真差。店内气氛真差，酷。这价格真是便宜啊。便宜啊。看来没有必要挑低价格吸引顾客。他们都觉得真便宜啊！便宜啊！来吃都觉得便宜啊！便宜啊！噔噔噔噔噔！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站的位置稍微再摆一下。可是上班时间竟然不能改，这什么烂设定？
那服务生的态度真是亲切。亲切。当然啦，领到了一块又领到六百块，当然笑。笑笑。笑笑。开心的公主。开心。大少爷公主任。不管不管，不管你家里多有钱，到这里都是工读生。从头做起，给我去扫厕所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昨天来客总数21，看今天会不会多一点。嗯，22。22。好像升到一星级，总客数要100。100。一星级，然后还是店内气氛真差。晚上6点啦，要不要吃晚餐？有，你好，气氛还算可以啦。朱杰魅力值上升1点，魅力啊。再来一批就比昨天多了。好了，掷骰有赚。嗯。啊，纯扣掉食物成本的话是有赚的，那可是本日资料毛利9900块，不错啦。有赚。快点，我们开到晚上10点，要吃宵夜的也可以哦。宵夜不知道他可以早上的吗？对。然后只有白天。可是外面温度-7度嘛，有人会待到这么晚吗？不会。不会。不会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音乐听久了会不会腻啊？我好，好，现在只是刚听，听久了应该就腻。是啊，放大了蹦吧，大了蹦吧。噔噔噔，未能升级的因素累积客人总数。哎呦，今天没有跟我说食材剩余数量太多，不错，控制得当。本日最受欢迎料理 Best Five， 麻婆豆腐。为什么今天又换成吃麻婆豆腐了？哎，善心恶意的家伙。善心恶意。好吧，麻婆豆腐给你多一点。红烧蹄膀还是没人吃啊，这塞啊。一天只端出一道。对，然后李岩口渴喝的杯阿爹也没有人要喝。天。大家都不喝。好，他们站的位置要稍微改一下。这个你站这里，不要了，站这里，这里。把厨房出来一点。对对对，顺序。按错了，哦，又要充电了，嗯，好麻烦。啊，不对，我又按错了。哇！哦，老游戏真的是要当成白痴来玩。嗯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才对，12、13、14、15。16，哎，对对对对，17、18、19，啊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存档。您早餐厅营业时间到了，如果我晚上才开门，会不会说您早呢？您早。噔噔噔噔噔噔。
我觉得听到第三天我就腻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来放大拉崩巴就好？好，大拉崩巴版的北地不都北路比路王。我是昆图库塔卡蒂考特苏瓦西拉索，昆特派地心超胆大鼠大马拉松，马拉松，马拉松。好，我要把音乐关掉，我要留做菜声音就好。那这个就可以大声一点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好，这样换成东森卡里，然后录音的时候就会放进去。好好好，空啊！可是我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，还是放下了。还是要放比较耐听的嘞。现代三味线，好，这个好听多了。还是还有什么音乐好听呢？我知道台湾餐厅最喜欢放爵士乐世界。嗯，好好，好像还是不太好。可是西餐厅，西餐厅，中国西餐厅。对啊，中国在西边。啊，在换日线的西边。没错，没错。不对啊，东西是相对的。对，在我们的西边，蒋又平魅力值上升一点，哇，蒋家大少爷，嗯，魅力值啊，有没有看到蒋家少爷是要来我西餐厅做这个攻读生？嗯，朱杰动力值上升一点，哇，他更有工作的动力。今天只有18人，好像有点少。昨天还有23个。哎，今天也是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花。突然想到不对，如果多开店一个小时，不就要多付他一个小时的薪水吗？对，好，美和，安内美和，不给，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多，不可以多给你一个小时。好，开到晚上9点就好。好，没有休假，对，最讨厌休假。啊，关老板，融资，目前的融资进度，啊，目前没有融资的资格。哇，清扫清洁公司，好媳妇清洁公司，好媳妇玛利亚清洁公司，绝对一扫就零哦，比一池零还要零哦。嗯，让阿 people 的媳妇为你解决。好，继续。食物成本为19000。
始。青椒露丝没有库存，这么会吃，赚赚。猪姐魅力值要上升一点。哎呦，看来站柜台的这个训练速度比较快。嗯。轮流站柜台。嗯，也是啦，因为同时顾两个地方。所以才叫做两边不是人。两边不是人。里外不是人。哇。啊，尤其是店经理啊，一整天站在这里都没有做事啊。我可不可以叫店经理去扫厕所啊？没有耶，没有店经理这个选项。嗯，所以店经理在干嘛？摆设。哦，柜子摆设。哎，可是其实店经理走得蛮快的，可是我要手动指派他。天。太阳也压趴趴，太阳压趴趴，哎呦，哎呦么压趴趴，也趴趴，太阳也要趴趴，也要趴趴，什么音乐？什么鬼？趴趴趴趴，糖醋排骨没有库存。哎呦，看来今一个礼拜就知道菜单该怎么分配哦。哦，蒋家少爷动力值又上升一点。不愧是蒋家少爷。哇，人家吃一顿饭就要花10万多块，这里还挺便宜的。也是啦，西餐厅嘛。31个人，昨天多少人？昨天22个，哎呦，大妖精哦，不错。最多的人口是中年上班族男子，嗯，中年上班男，哎呦，今天的毛利有快20000块哦，不错不错，成长很多，有吃出口碑来。大家都知道，烹调时间领的料理最好吃，最好。料理不够，客人生气走了，滚滚滚！叫你回去吃屎！生气走了。哎，升级了，可选择的物品及料理增加了，请确认一下。下一次营业开始时，奖金将会送到你手上。耶！贵店为一星级，贵贵。来看一下多了什么东西。外观改建，多了您你好未来，简单中带着中国风，经济实惠的外墙。好，我要香港粉猴跟香港感谢，香港，好，为了香港，我要。哎，物品多了，石狮像，最具中国味的摆饰，石狮像，请成双摆设。你叫我成双就成双，好了。嗯，好，摆两个在门口。青瓷花壶。不是青花瓷壶吗？不对，好，随便了，管它。画上小黄花的青瓷壶，小黄花，小黄花。那小黄花要放在哪里呢？放在门口。门口已经放了2只石狮子。石狮子头上。嗯。
像不行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座椅摆设好像还是不太好，这个要放到这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其实两人座也没有，两人的那个也没有这么多，那可以放到这里，然后这还可以再放一个六人座。哎，很有台湾味，塞好塞满。那这个就算了。哦呦，塞得下，好好赞！哦吼哦吼哦，赞赞！财神到，世界伟人，财神总统。天哪！噔噔噔噔噔！虽然放到这里好像卡卡的，不过就算了吧。好，先这样，两人座全部放到下面，那青花瓷就放到中间，耶，好台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不错，哦吼，我摆的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中国盆栽，中国风盆栽，当然是要放在两人座前面，中国电话，中国电话是什么？店内别忘了放置公共电话哦，哎，红色的，不会是中国电话，好像突然理解什么，通常电话应该是放在柜台旁边，好，大衣挂架，大衣挂架放门口，门口，然后就被偷了。哎，不对，可是这个门口是六人座旁边啊，随便啦，就十万。观赏用植物可使店内舒适一点。啊，不对，这里刚好三个空位可以放三个，可以放三个观赏用植物。哇，强迫症使然，两个。哎，三个，造景。好，内部设备还没有，好像两星期才有。哎，可是可以开始融资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需要，融资是卤蛇在用，套用。确定。清扫不需要，我们超干净。料理菜单，中国料理没有，酒没有，无酒精饮料。哎，多了三葡萄汁，紫色的。啊，三葡萄汁现在好像卖不出去，因为。那个档案的 bug 的关系，要去改一下，好麻烦。不然我去改一下了。先登录，然后再冰咖啡哦，最喜欢冰咖啡。三葡萄汁，然后冰咖啡三。广告不需要广告。哇，店内变这样了，没潮，不错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对哦，其实可以直接换就好了。那我刚刚在那边放半天。I'm so stupid。哎，不对，要多了这两个。不对，哎，不对。对，好吧，还是重用吧。三四，十二。三四四十五十六，好，好，先存档。那我去改一下那个山葡萄汁。